近日，几名游客在美国犹他州结冰的湖面上发现了一个奇怪的镜像冻结的物体。这个不明物体吓坏了大家，因为它模糊的场景似曾在某部电影纪实中出现过，甚至有人怀疑这个冰封的犹他湖是不明飞行物的基地。视频中，几个青年在冰冻的犹他州湖心发现了这个奇怪的东西，很自然的，他们好奇开始用自己的双手拨弄这个不明物体，因为他们根本就不介意曾在科幻电影里看到的情节的经验教训。神秘物体像是工人在工作中遗留下来的灰白色油性涂料，非法倾倒在了湖面上，然后涂料散开成圆形图案，凝固成奇怪的形状，又像是麦田怪圈一样，看得人头皮都发麻。不过在视频的最后，看到旁边丢弃的纸杯，网友猜测疑似将热牛奶或其他饮料倒在冰面所致。You can't even see out there.